下一招，扎地针。冲天炮，冲天炮接下一个动作，身体下探，身体下探，由这种姿势变成身体下探，头、腿、后背，从头至脚是一条斜线，两手互换，左手变成掌上挑。上挑走一个弧线，上挑到右腮的位置，右拳变成低头直接下扎，这就是扎地针。冲天炮扎地针，下一招搓腿劈挂扎地针。什么叫搓腿劈挂？劈挂，提起两掌，提起交叉提起，向两侧劈。劈的同时呢，身体要下沉。一劈，重量先上一压，这就叫劈挂。搓腿就是右腿向正前方画一个弧。如果是假设对方的小腿到膝盖，从小腿开始，由脚腕上向上一搓，搓到膝盖，就是一个斜弧。这样呢，这样一劈一挂，搓腿劈挂，劈挂和搓腿两个形成一种合力。然后左边的劈挂的力还要借助右边的劈挂的力，形成一种对开的力量，这里是合力，这里是开的力量，也就是我们要同时发三个力量，左右下面扎一针，搓腿劈挂。下一个动作抓虎式，搓腿劈挂落虎，两手同时落下，相对食指相对，掌心相对，然后交叉，交叉的同时手一起，后脚离马跟在前脚，然后上斜四十度，可以走一个弧线，这叫绕，也叫圈起，然后两腿下沉，形成四六步，以后腿为六，前腿为四，两手变成坠手下坐，这叫抓虎式。劈挂落步，两手相对，交叉提膝跟脚，然后圈步上步坐。下一招十字炮，十字炮是在抓虎式的基础上，身体四六步下沉后坐，然后后腿一蹬，一蹬蹬的同时，两腰悬着，两手或变成拳，回到两腰间，两腰间，后腿一蹬，蹬的时候要旋出来，并不是把重心蹬到前腿，而是蹬到四六步，重心在这儿，然后蹬到这儿，蹬在中间，形成前后均匀受力，以这以两腿之间的重心点为中心点，中轴旋转，蹬过来，蹬过来。同时一定要快，迅速的旋转，啪，十字炮。下一个动作与前面的坐虎式和十字炮
是相反的。石头炮，两手向后，交叉，伸脚，圈，送，一蹬，一抽，一转。石头炮，石头炮。下一招，怀抱太极，直腿。这个怀抱太极与前面的不太一样，这个是单脚独立怀抱太极，以脚后跟为轴转脚，左脚脚腕盘在右腿，然后两手一上一下，形成抱球的姿势，然后面部向左方，这就是单腿独立式的怀抱太极。石头炮，怀抱太极。下一招，左开弓式。从怀抱太极开始，左手左脚打开，左手一卷一卷，怀抱太极，手不要停，一卷一卷，旋转打出去，这边要有七分力，左边三分力，肘要使劲向后撞，然后通过后背一滚，把左拳打出去，推击出去。这个时候是这个姿势，一开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落骨的时候不要往上跳，是突然下沉式的下蹲。怀抱太极，开弓式。怀抱太极，开弓式。下一个动作，又开弓式，也是跟左开弓式一样，两手一卷，拉回，翻拧，旋转。开出去，开出去。这个时候，腿部的要领是开的发力的同时，继续原地一松，向下一沉。注意，不要往上跳。下面我把第五部分整体演练一遍。开弓式，然后右手一翻，变掌向右旋腕一抓，抓紧，就像抓着一根绳子一样，然后把左脚把身子左脚蹬过来，空拿一拽，这是一个前后蹲立，然后左脚落实之后，使劲右脚右手使劲往后一带，带的时候，右脚向上一搓，用脚的内侧向上一搓，右手使劲往回带，左手向左下方打去，用我们的拳一转，向下打去。再做一遍，一抓一提，把身子提上来，然后右脚往上一搓，左拳一打，右拳一挥。下一招，紧拉僵，拉马式，就像把一根绳子牵着马的绳子拴在一棵树上，拉马式。脚提着树干，左拳撑住树干，上紧了绳子扣，右手蹬绳子，使劲蹬，抓好了，
然后再紧一下。还有一种练法是将左手也有一种挽绳的意思，向回一拉，向回拉。下一个动作，抓虎式、拉马式、紧拉浆、蹬落地，然后跟脚斜四十五度上步。上步的时候，右手、左右两手向顺着脚的方向向前穿出，然后翻变朝，向后一动，向后一拉，然后十字弓，紧跟着双手落下，右脚跟上，再上右四十五度，两手跟着脚一样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向回一坐一扣，然后左脚一蹬旋转十字炮。下一招，老君佩卢，老君佩卢十字炮，然后右脚向右掰，一掰掰的同时，两手向上变掌，向上交叉，然后交叉之后向下落，向下落的同时，身体两腿弯曲，迅速向下坐，坐下的时候两手要展开，向两个膝盖撑。老君佩卢，下面我把第六部分整体演练一遍。下一招，髌骨单边，老君佩卢，髌骨单边。首先需要两脚同时用力起，然后变成右滑到太极，然后横上左脚变成左青龙探爪，然后右脚跟上并步阵地，阵地的同时跟之前讲的单边是一样的，两手变拳，这样一卷，右手向后一抡，把左拳带出去，这叫髌骨单边。再做一遍，老君佩卢，外放太极，青龙探爪，髌骨单边。下一招，睡罗汉，在髌骨单边的基础上，右脚向后撑，左手走上弧，右手走下弧，正面，左手走向弧，上弧向下一卷一叉，右手向下画弧，往上一卷一钻，两手同时是对向用力，并不单边。第一个向左，第二个右，第三个左，左三个，睡罗汉正面，一、二、三，髌骨单边，一、二、三。这个动作的要领，我们要注意腰部的变化，以扭腰为主，我们练的是腰。开步，单边，开步，看我的衣服上的褶皱线。右左右，下一招回首单边，飞龙汉，然后重心由右脚推至左脚，将同时重心转移到左脚，将右膝抬起，
右拳变成掌，向腿的外侧，向后，向我的后方一掸，掸的同时，左拳向上，就是罗汉，这样形成一个对拉力，也是前后上下，上下互相接力。一掸，然后右膝转至正前方，往地一震，震的同时需要三个动作完成：左手往下盖，右手提肘，然后一沉肩沉肘，将反背锤，反背的这个锤砸下，砸下，同时提左膝，三个动作要同时完成。追罗汉，一掸。下一个动作，弓步单边。反背锤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往前一步变成弓步，落的同时右拳要变成掌，变成掌往下捋按，往下捋按，也叫裸按，一裸，注意这个动作，这是一个小动作，练拳的时候速度快了会容易忽视，但是这把手特别重要。一按，同时再变成拳，右手再变成拳，向后一甩，将左拳甩出，变成这个式。我做一遍，下一个动作扛肘。之前讲过，有点变化，两手变成上下，重心从左脚扫着右脚，一拉，然后两拳变掌，左掌向上一挑一折，然后左手向上一扛，右手呢落下，垂直落下，擦，按一下。往上提的右肘，给他一个阻力，左脚呢向前画成弧，回到身前变成虚步，过来，然后向回一卷，下一招虚步阴阳掌，胯虎阴阳掌。下一个动作，收势。收势怎么收呢？左脚向左撤回，两脚与肩同宽，与肩同宽，同时右手向右画一个半弧，跟左手跟右手形成一个交叉，这样。撤，一撤是交叉，然后身子一转正，两手向两边散开，紧，就可以收了。最后的时候要注意，闭目凝神，调匀呼吸，三口气才能收。下面我把第七部分整体演练一遍。